在哪？拿在手上。小时候，对他讲错的250次，我还什么话没讲？250次。小时候的回忆。对。他们都晓得在那个。哦，来扫街。哎，这上面有人呢，看到没有？大合照了，大合照了。嗨。对，这个这里，这个这里。哎。哦。他怎样照？哦，他们可以走到那里面去的。哦，他现在是可以走上去的。然后我的右手边就是大佛的面对，我告诉你是一个小江会雨，这个水很大。古人修佛的含义，镇江保平安。我们坐船呢，跟他有缘，赶上了我们的末班船了，最后一班了。OK。哎，冇啦！我反正帮忙晒，唔多事。Okay, ready?